又到过给 Kiss Me and Healthy 节目了。今天我们来做水果绿茶蛋糕。先把绿茶蛋糕谷底粉、鸡蛋、食用油和水放在容器中一起搞均匀，然后把做好的粉放在四方的碟子上，再放进微波炉两分钟之后拿出来，等到凉切好，把黄油奶油涂在蛋糕上，然后再放上一块蛋糕，最后放在碟子上涂上杏仁果酱，放上红苹果、猕猴桃、方块菠萝和草莓，这样就把水果绿茶蛋糕做好了。